OK， 看一下有没有在录。哦，有。大家今天过得好吗？哦，今天是3月30号，礼拜一。哦，3月30号，月底了。哦，月底了。今天 JY 带大家去吃什么呢？哦，今天 JY 带大家吃。哦 ，JY 昨天在全联买的吐司。哦。白吐司37块啊，我拿了2、4、6、8、9片哦，今天要来测试这个白吐司吃两餐哦，早餐也没吃，本来是打算吃早餐跟中餐哦。哦，白吐司这样打开还蛮香的，嗯，白吐司哦，因为月底了，没钱了，要节省一点哦。吃白吐司，但是还好，可还有饮料可以配，绿茶半糖。哦，今天来另类一点，一日白吐司系列。哦，一整天都是吃白吐司，哦，下班也是吃白吐司。哦，很久没吃吐司了，那吐司在全年买的，这么长，37块，还有一半以上在家里。哦，好干。哦，这里是116号码头。大哥，我讲。你好。你看，中国讲完，板价4628，大家等吧。走。哦，那中午休息时间，码头的中午休息时间，12点到12点半，这116号码头。白吐司，大女儿也说要带去学校吃。你等等回来，70吊重柜啊！70吊重柜，你现在可以资料给我吗？好，货主是龙船公司。之前。JY 也曾经，我每天都是吃白吐司，可是白吐司没有什么，身体会缺少其他养分啊，就单吃白吐司是不行的。哦，哦，然后这个礼拜。我假日啊，我，哦，再来做自己做起司蛋吐司，哦，奶油奶酥吐司，我，哦，再来教小孩子做，哦，草莓吐司、巧克力吐司，这样节省也是一餐。哦，我的吐司掉了，糟糕，浪费了。浪费了两口，没关系，我还有，还有吐司9片要吃一天。第三片，哦，月底了，没有钱了，只好吃吐司。
像九片应该不到10块钱。边领空柜的车子也蛮多的，被喝完了。没关系，我还有另外一杯。还有另外一杯。可以喝。地制片白吐司增加1、2、3、4、5片，我这样吃4片也是会有饱足感的。吃鸡啊，哦，吃了4片就有饱足感了。哦，这5片白吐司就当做晚餐吃。哦，说起来 ，OK， 哦，今天就是 JY 的哦，一个白吐司系列，哦，是白吐司，月底的吃白吐司过日子。40尺的长龙 HiQ 会，阿三多少？阿三，来接后四码2483，本台48拐洞出发。整装往返，说。整装往返。哇，剩下的5片留下来当晚餐吃。顺便减肥，我不然最近都是鸡腿，我会越吃越肥。OK， 谢谢大家收看，哦，我们。
下次见，拜。